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2020年就要到了。我在首都北京向大家送上新2019年，中国继续张开双臂，拥抱世界。我主办了第二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北京世界文艺博览会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，第二届中国国际向世界展示。